信。大家好啊，我去找一下这款条啊。来拍。我哋今晚想透過一段叫為家度身訂造的短片，宣揚一個愛家庭和愛你的家人的一個 message。 因為其實呢，在香港生活，大家都發覺很多時候都出了外面工作，仔女大了又出去，可能約朋友，都未必在家裡，很多時候家人未必可以真的凝聚到一起。我們希望透過這個 message 或者一個短片之後，喚醒大家，原來其實你最重要、生命最重要的人其實都是你家人，怎樣可以將他凝聚一個力量，在家可以開開心心，即有自己的生活之餘又可以跟到你家人一起分享呢？這個就是我們很希望 share 到的一個 message。快啲嚟過，俾雙曬啲枕頭嚟過啦，得。唔會想要嘅都買。